唱中出道迈入15周年，创作过多首经典歌曲，加上幽默的个性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而他也有不少广告代言，不过近日有网友晒出他拍下的卢广仲广告照，却意外有些奇怪。只见照片中有卢广仲灿笑的半身照，外框则搭配黑色相框挂在花墙上，但这个组合却有些不吉利的感觉，让该网友就写下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不少网友看了开玩笑的留言，突然严肃了起来，还好不是白花墙，甚至也有人好奇问他本人知道吗？没想到就真的调出卢广仲本人亲自在留言区回复阿尼阿伟，幽默的反应让众多网友全笑翻啦。Bye.